师傅，朴大师失礼了。我听说您参加过全美的空手道大赛，被尊为是跆拳道的天才。但据我所知，您还无法和劳力士抗衡。如果您想战胜劳力士，咱们两个人必须相互交流切磋才行。你是何人？李小龙。李小龙，没错，李小龙 ，Bruce Lee。 你是不是被空手道大师艾迪·帕克打得吐血的那个李小龙？没错，正是本人。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切磋交流？你现在小看我？我理解，你是鼎鼎大名的跆拳道天才。我李小龙不过是一个无名之辈。可是，我跟你说，要是你跟我过招，不用三个回合，我就会让你躺在地上。 你是不是躺在了我的衣服上面？我今天是来跟你交流武学的。其实你们师傅武功是很高的，不过就像中国的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我们咏春拳的优势是近距离的打法，专克用腿的武术。失礼了。不敢，不敢，请。 我先倒，然后再进攻，就是防守的同时也是进攻，这一点很重要。你记住，腰和腿之间要形成这种姿态。进攻的时候要注意细微的动作，然后进攻，往下打，注意腰部的力量。 Come on.
这样才能完成组合拳的招式。来，你向我进攻，注意看我的手势。不错，我把你说的演示一下。你过去用过这样的腿法吗？我觉得很新颖。教授，小龙啊，我发现你这个动作练了好长时间了，到底为了什么呀？这还不是为了熟能生巧吗？来，木村，咱俩对练一下，让一诺教授指导指导。好，好，怎么样，行吗？好啊。嗯，好。教授，刚才我看到你看小龙练跆拳道的时候，你好像有话要说。对，你是不是想说朴正义没有把跆拳道的绝招交给小龙？我见过几次朴正义格斗，也研究过朴正义的跆拳道。朴正义称得上是一位武学大师啊，他在搏击的时候，那是绝招频出啊，好多招式都是刁钻凶猛。那么说，朴正义他留了一手？何止是一手啊！大赛上，要是小龙和朴正义相遇，小龙会输吗？小龙他拳术再高超，脑子反应再快，面对一招半招的怪异进攻，或许防得住。我担心的是，时间长了，会防不胜防。哎，小龙真是实在啊，他已经把所有的招数都交给朴正义了。小龙对别人从来不设防，要是揭穿了，对他们都不好。哎，教授，朴正义的绝招，你都能掌握吗？虽然说我研究过他的跆拳道招数，可是掌握不了。他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小龙这下危险了，教授，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小龙？不，如果你现在和小龙说了，我觉得对小龙没好处。为什么？据我所知，朴大师是一个非常有修养的人，他之所以没有全教小龙，肯定有他的难处。即便这次小龙输了，朴大师能夺冠，也未必不是好事。
不管怎么说，毕竟都是亚洲人嘛。出拳一定要快，才能有效地击中对手。来，琳达，我们再来一遍。好，就这样。出拳，再来一遍。琳达，你先休息一下。小龙，把你跟朴正义学的招数再打给我看看。琳达，你也看看我学的招数。好的。木村，来。 出拳，快出拳呐！停，你看啊，踢腿的时候啊，应该是这样，你踢一下啊。这种踢腿方法是错误，正踢暴露的目标面积大，没有力度。跆拳道的踢应该是先抬膝盖，然后高踢腿，再下劈，不但是力量大，而且隐蔽，这非常重要效果，一定要记住啊！再试一下。好，再来。 停，等一等啊，小龙，你要记住，跆拳道踢腿时膝盖的指向就是他踢腿的方向。你看啊，喏，啊，只要你躲过膝盖的指向，就可以躲过这次进攻。好，再试一次。啊，小龙木村，让我来试试好吗？太好了，来，琳达，向我进攻。立刻要小心了。亲爱的，没问题。踢得太高了，出腿的力量太小，而且速度太慢。来呀，亲！小龙，我差一点摔倒了。小龙，看起来我以后每天都要坚持练功。那就太好了，亲爱的。师傅，你的贴身进攻比以前厉害多了。你交给李小龙的腿部攻击动作。 应该适可而止吧，你交给他多了，到时候恐怕你会吃亏的。假如我不交给李小龙跆拳道的绝招的话，我能击败他。如果交给了他，我很有可能败在李小龙的手下，这是我最为难的地方。当然不能交给他绝招了。可是你也知道，李小龙是个多么坦诚的人，他把截拳道的动作。 拳法毫无保留地交给我，可我却不像他那么坦诚。这就对了，你交给他多了，总冠军就不属于我们韩国人了。国人都盼着你能拿总冠军，为我们韩国人争口气啊！我知道，国人希望我拿个冠军，好扬眉吐气。可是谁能知道？ 我面对的是一个多么坦诚的中国人呢！教授怎么样？大有进步啊！就像我所说的，这次冠军肯定是在你劳力士朴正义当中产生。你和朴正义的实力相当，到时候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不过，在跟劳力士对打之前， 一定不能展露你腿上的功夫，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伊诺教授，我认为艾迪帕克他们肯定会给劳力士出对付小龙的点子。那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艾迪帕克对我是了如指掌，我该怎么办？到时候，劳力士肯定用腿法把你阻截在你的攻击之外。我看呢。 到时候你也用腿法跟他对抗，他防你腿的时候，你突然靠近他，用寸拳攻击他，就是说他踢腿的时候我这样，然后就用寸拳。对对对，来这么着，我模仿劳力士，咱们研究研究。好。啊，各位先生不要着急，布鲁斯利马上就会到的。 我说的就是你。哦，你好，布鲁斯。你好，你看，他们都来看你的比赛。哎，你好，布鲁斯。哦，嗯，你好，这位是我的妻子，琳达。你好，你好，你好，我们见了，你先坐吧。
对不起，这位是伊诺山度教授，这是组委会主席艾迪帕克先生。久仰大名，认识你很高兴。你们的房间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谢谢。不要谢我，别恨我就行了。为什么这么讲？我帮劳力士分析了你的特点，并告诉他怎么来对付你。我能够理解，谁让你们都是美国人呢？哎，不光艾迪帕克，还有我和山本刚夫。<笑>看来这可不是一场。 简单的比赛是民族之战。布鲁斯利，帮归帮，到了赛场上，我保证比赛公平。我相信你。布鲁斯利，你看，你的老朋友山本刚夫先生已经等候你多时了。哦，还是这么一脸的严肃。 就这样，就这样。哎，帕克，对对对，这招是厉害，但是对这种水平的选手，没必要把招数暴露得太早。我跟他交过手，这样的招数他实在是太多了。是吗？快点！要不然他怎么被称作跆拳道天才？好啊，跆拳道天才。上次教授是什么情况？你知道那次实在是太厉害，他那个发球。 下面出场的是洛杉矶的西兰特。西兰特曾经参加32场比赛，21场胜，其中17场击倒对手。西兰特号称魔鬼克星。今天与他比赛的对手是来自奥克兰的布鲁斯利，他是第一次来洛杉矶参加这样规模的大赛。 下面比赛的选手是洛杉矶的西兰特和奥克兰的普鲁斯利。你怎么还在这儿啊？该你出场了，你没听到吗？赶快去！我都忘了热身了。小心啊！哎，小人不做准备活动，碰到高手会吃亏的。他心里只有朴正义和劳力士，其他选手他根本不放在眼里。哎。 今天的大赛中，来自奥克兰的华人选手普鲁斯利，用我们从未见过的中国功，不到2个回合就将西兰特踢翻在地。明天的半决赛，普鲁斯利将与朴正义决斗，胜者将挑战我们的卫冕冠军劳力士先生。小龙，既然想拿冠军， 就要有个夺冠军的样子。你可以在预选赛保留体力和绝招，那也不能轻敌，至少上场前应该热身。你可能觉得对手对你构不成威胁，但是你想过没有？假如冒出一个高手，你说你不做准备活动，你怎么应付？小龙他这次比赛只是关注和劳力士或者朴正义的对决。 那我们分析一下接下来的比赛吧。我觉得你和劳力士、朴正义比赛不一样。劳力士肯定是不会用全力的，不过你和朴正义的比赛如果不用全力的话，很难取胜。那我该怎么办？我觉得在半决赛当中，你和朴正义如果不用绝招的话，很难取胜。可是如果你用了绝招， 这样的话，劳力士就会更加的了解你。即便是你赢了朴正义，在决赛当中对付劳力士的时候，肯定会处于劣势。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所以说，小龙，我建议你只能是认真的一个一个的打。不过，绝招一定要留在最后。好。我真不明白，也看不出来布鲁斯利打的 那是什么拳？从布鲁斯利的拳法上，我看出有菲律宾拳的影子。你一定要注意李小龙的拳头。
他的拳头，这个伊诺山渡人称鬼手教授，他的拳法多变，令人防不胜防。有他给李小龙做指导，往后的比赛可不好说了。这样的话，你们说我该怎么准备？以我的经验看嘛，你还是应该以不变应万变。如果说能把李小龙的攻击阻截在他的攻击力之外，将是最好的办法。 踢腿的时候千万不能正踢，一定要记住，抬起来，再往下踢，知道了吧？来，不能正踢啊！来，再试一球。对对。下面参加半决赛的是姚正义。小龙，碰到什么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最终取胜，我一定是绝招啊！亲爱的，放心吧，在，你一定会赢。 希望你在比赛中用一下咏春拳。嗯，开始。太奇怪了，太奇怪了。是啊，李小龙的格挡撞击力非常大，姚正义怎么能不受影响？怎么回事？我看不明白。 他们在干什么？我也不明白。我和李小龙交手，手臂和腿被他各挡得非常疼。他不会是没用全力吧？不会，胜者才能和你比赛。他不会不使出全力。布鲁斯利，你什么时候学的跆拳道的？ 过去他从未用高踢腿动作，他和朴正义相互交流过了，你没看到吗？朴正义打出的拳也有咏春拳的影子。你咏春拳打得不错，李小龙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 小龙，发挥你的长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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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面的比赛，我们毫不怀疑李小龙的确是一个技术非常全面的选手。他的出击也很有特点。是的，对布鲁斯利绝不可以掉以轻心。可是劳力士先生，李小龙的长处和技术特点已经掌握了，你只要用腿堵住他，不让他近身，他就拿你没有办法。 山本先生说得很对，李小龙他如果要是跟你站在一起，他就会用咏春拳来跟你对打。我明白，谢谢各位，你们会有好戏看的。我会让李小龙乖乖的躺在。 我的脚下，小龙啊，你现在的技战术已经暴露了。自从你战胜朴正义的那一瞬间，劳力士对你的特点已经是了如指掌。可是劳力士的特点，你却知之甚少。其实我看过劳力士的录像，他的打法我很了解。可是他那些漏洞早已经被山本刚夫和艾迪帕克给纠正了。其实劳力士。 和他对打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我的长处，那就是快打。我必须付出代价靠近，和他粘在一起，这样我才能够赢他。那你可能会受伤啊。这个你不用担心，因为他在攻击我的时候，腿的力量并不大，只要通过了这道防线，我就能发挥我自己的优势，利用寸拳将他击倒。 有道理，来吧，教授，来，狠狠地打我几拳。好的，一定要狠狠地打。好，打了，好了。哎，你为什么没有躲，反而抓住我的拳头呢？你练抓球就是为了这个？ 体重差距太大了，怎么能比赛？哎，你瞧吧，哈里森先生，我可是研究过李小龙的。他在加州战胜霍夫曼的时候，我就注意了这个中国小子。我觉得李小龙和劳力士应该是势均力敌的。什么？你居
然说他们是势均力敌。嘿嘿，当然是势均力敌啊，等比赛开始了，你会明白我的话的。看来我得跟你赌一把了。好，那咱瞧吧。小子实在是太厉害了。哎，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他们两个是势均力敌的。看来我的确是错了。嗯，当然我今天应该去现场观看比赛。哎，我已经建议过你了。哈里森先生，我告诉你多少遍了啊，还记得吗？这回你该相信我了吧。啊，我以为你买票请我去看比赛是为了给好莱坞挑什么演员呢？你是因为他是个好拳手而喜欢他，而我想把他变成超级明星。好了，下一回合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好吧，继续看。冷静，你一定要冷静。起来。
剑术。我觉得打在他的掌面上，我的拳头顿时变得毫无力量。我相信他的三脚并没有用全力，真的很精彩。他并没有伤害我的意思，不然我不会站在这儿接受他。非常感谢，谢谢。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将美国的搏击术彻底改写了。我们的记者和美国搏击界的权威人士都解读不了他。中国功夫为什么在这个叫做布鲁斯利的年轻人身上体现出了一种深奥莫测的魅力呢？好了，今天就到这吧，大家都散了吧。掌声中得到了这个解读。太棒了，简直太棒了。哎，看来今天哈里森先生有些遗憾。哈里森先生有何感想啊？非常遗憾，我今天真应该去现场去观看。我们得拜访中国小子，不应该说李小龙是华人英雄，我们要去拜访他。好的，哈里森先生，我也有个想法，好莱坞需要这样的英雄。乔治，我不得不告诉你，你不愧是一个好商人。我是一个好的电影人，
你最好安排一个表演赛。好极了，我会安排好的，哈雷森先生。哈哈，我说什么来着？英雄，我的师傅是美国真正的大英雄。